东花莲，花东纵谷之美。再从花莲之后，天气就变好了哈、哦。在整个宜兰，还有包括苏花公路，都是阴雨天气的部分。甚至我们到了芙蓉、贡寮、双溪那边还飘雨呢，所以看到整个天气整个截然不同，这个台湾的生态非常的不一样。还可以看到这个是玉里西域大桥，我现在干干的砂石业者最赚钱的地方就在这里了，因为这边都是没有成本的，只有运输。大关鸠